加强或者义务化的剑与酒类，不知道大家玩过没玩？对此，宝哥就是有一个评价，是真的好玩。从前的华尔兹剑戟论笨重，只能原地戳，跳发有失败几率。现在的华尔兹剑戟论，你想怎么搓怎么搓，会按技能就行，贼丝滑。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吧，宝哥就来玩一下角色，也是很推荐大家看完去游玩一下啊！别忘了先点视频先点个赞啊！让我们回到这游戏吧。这把是传奇一单排对局吗？宝哥小吊丧死黄了，打的同样是加强的库珀，那钻石只拿了两个蛋糕吗？三个金锁可以了啊。OK， 那就开始啊，直接跳出走廊失败踩了一个夹子。如果宝哥不踩啊，那就队友踩了，对不对？这就细节呀。库珀这个猫有很多新玩家应该不熟悉啊，确实加强之前玩的人很少嘛。那曾几何时它是天梯包围买房的猫啊，优秀的技能机制啊，可以让它存到任何一个房间抓老鼠，神出鬼没的，真的吓人啊。就说句实话，宝哥那时候打库珀，我1米8啊，八块腹肌的男人啊，都会被库珀的突然出现啊吓得花容失色。哎呦，这边天梯给抓了啊。哦，这个库珀打的是那个。不是那绑天堂流啊，因为库珀有两个打法嘛，一个是绑天堂是吧，如果我们这个奶酪特别慢的话，就是就地绑的，这哎派家可以救了啊。 OK， 这边是得亏这个天使他救救我了啊，所以说这也是为了宝哥啊叫这个大家一定要带救队友原因啊，这一波如果没救救我的话可能救不下来了啊，对吧，就差那么一秒钟，对吧，他派子冷却就好了，一个派哎呦走不掉，这个因为宝哥带是5位嘛，这个确实不好走，这一波的话剑飞来了就让那剑飞救了，因为他蛇级就是好走的啊，咱们就把这个奶酪先把它喂了啊，咱们也不好救，对吧 ？OK OK 啊，应该是可以救的啊，两金头盔了，对吧？啊，就是救的不好走啊。哎，奇了怪，这库珀去哪去了？什么？这不抓老鼠了吗？啊，咱们还禁止隐身嘛？啊，咱们稳，咱们稳。哎，奇了怪啊，咱那佩斯大力士们啊，这小子啊也不开麦说句话是吧？啊，这给我整的紧张死了啊！打库珀就这么刺激兄弟啊！因为真的他神出鬼没的，你都不知道他抓谁，对吧？这库珀啊，现在可能来抓咱们了，因为咱们在推哪个了，对吧？不过咱们不怕了，因为咱们有那个霸体啊，直接戳戳戳就戳出去了，对吧 ？OK， 他进去了啊，那咱们就拉出去了。宝哥的加点的话是点了一个苹果加两级这个剑啊，加点其实很随便的啊，不用太纠结，但是这个版本的剑结优先点出两级剑那是肯定的，因为有那个霸体效果嘛啊，对吧啊，至于点被动跟苹果的话就大致选择吧啊，其实都无所谓了啊，反正以后都要点出来嘛，但是要先点出二级剑啊，这里猫去哪了吗？这里队都不敢推兄弟们啊，宝哥就开麦指挥了，点推，什么是点推呢？就是有剑客太妃的情况下啊，咱们可以开头盔一个点一个点位的推奶酪，这就点推啊，最稳啊，有那个剑飞的打法啊，对吧？他们都太稳了，而且来了不怕呀、啊，对吧？有头盔啊，你抓着吗？这边哎，咱们戳中了是吧？再来补一剑 ，nice， 直接击倒，小子。啊，隐身游吗？个臭小子！好，咱们继续来这边这个维修推，这个天使真稳啊，兄弟们，说好听点是稳，说难听点，这小子车贯就不敢推，你知道吗？不敢失我啊！我才注到这个名字啊，玩家无畏是和谐名字啊，也小玩家威猛武士，谢谢啊，小子这名字挺有意思啊，太稳了，太怂了啊！不要怕嘛啊，咱们就。点推嘛是吧，一个点位一个点一个点位，然后剑飞他开那头盔特别好了嘛，对吧，这小子上次单排的宝哥了输了啊，这次有意义了啊，可能也想上那个素材，所以打得很稳，给宝哥打得着急死了，你稳个锤子真的是啊，这宝哥是叫那个剑飞开头，哎来了啊， OK 来来得及啊，咱们靠近剑飞慢慢慢的来，对啊，这踩了没事，哎呦这边配个丝给抓了啊，那只能咱们救了啊，因为剑飞头盔刚开了嘛，咱们是有隐身的，这个也好救的啊，这个也好救的，没关系，甚至猫都不在啊，那咱们只有捞下来好了，这个佩克斯就没来救救我啊，是不是感觉救的有点慢，对吧，救不来救救我啊，因为救救我上火箭嘛会减少10%的推拿速度好像，但其实还是很有必要带上啊，哎这咱们啊，那没事打不死咱们啊，这波有点烂了啊，哎呦这还打中了是吗，这乱出来打中了，哎呦笑死我了，可以的啊，啊不也没用啊，这边能走吗？真别浪，真别浪，这个天使兄弟们，猫都在科研抓他，这还不推，还搁那，我说给气都气死了，真的，打算给宝哥气死了啊！当时宝哥还是耐心的说：“你赶紧推吧，不要怕啊！你看，你看，都在那里抓他们那两个老鼠啊！这小子，我真的是醉了。我以这边还开出这个隐身加护盾，我的天哪，绝了啊！完了啊，这里是两个老鼠给抓住了，那宝哥是叫那天使赶紧去复活呀，你快点去复活呀，天使啊！宝哥当时喉咙都喊哑了呀，你还给他干嘛呢？你跟他真的是，
这小子还不敢复活啊，他都在救下，你救个啥呀，直接复活了他接着救，对啊，这复活了呀。 OK 呀，那下面那个宝你救啊。这里宝哥想的是啊，我先把这个推完先再去救啊，当时推一下啊，感觉推太慢了，算了，等隐身也没了，那就去吧。哎，这边那个猫是去上面抓他们两个了，那咱们这里就直接跳救了啊。 OK，其实他不去的话宝哥也还不是好。哎，这边好好直接传到科研的门口了，把他啊，现在我忘记了跳双红了，哇，我真服了。推呀兄弟们，这抓你佩克斯去了，哎呀你放飞了，真推我吗这个小子。哎呀，我来了，一个道具打中，怎么说一，哇靠，这个冰块救了他一命兄弟们，本来那库珀倒地了啊，我这个三件加个苹果六件是吧，绝对倒地了。哎，炸死了，推，可以推完了啊。 nice 啊，全部是刷咱们那个走完了啊。哎，这把队友真的是服了啊，这个剑飞王的可以啊，这剑飞王可以，这个天使真的是稳啊，打得真稳啊，可以了。哎，有隐身可以了，哇，这把说实话侦探剑杰好吧，侦探剑杰三品隐身。来了啊，咱们来这个 OK 砸掉了是吧，一件两件三件，漂亮，没完呢，吃个苹果吃个苹果，一件两件，我怎么感觉打这个库珀都不回啊，哦，这个三级被动了兄弟，我说什么越打血越多什么鬼啊，这库珀点的三级被动啊，那库珀的三级被动可以持续回血的，好家伙，我都打不死他，六件打不死我，人麻了。哎，左边是冰桶挡着什么啊，这个夹子啊，这有点尴尬了啊，这夹子得踩一下什么啊，得处理一下啊，买个蓝瓶不着急啊，没事，什么处理处理了啊，处理了。呀，这边古巴是不是打不到啊，啊没伤害了什么鬼啊，没事，咱们俩有钱买个，哎，咱们又戳中了是吧， OK， 再来个苹果来不及了啊，苹果 CD 打不死。哎，这有点没啥道具啊，左边的古巴好像砸不中，咱们先拿个冰块把这夹划走行，这夹子有点分子位啊，有点讨厌。哎，想抓是吧，不给机会再来。哎呀，这边，哎呦，这边还有那个猫是拿了个锤子，不是拍子，是拍子就没了啊，这白给了，好家伙，但是终于有钱买那苹果了啊，买那个果盘了啊。哎，这个就好打多了啊，对吧，两边有果盘就好打多了。咱们就在右边慢慢拿那果盘号吧啊，咱们死不掉的啊，只要我有这个剑我就死不掉，霸体免控。 OK， 你两边又守不住了是吧，你小子来了吗，来了老弟啊，一下练三下，哎，跑得挺快是吧，行回去，这就是剑飞变大了啊，那咱们就对古盘咋了啊， OK 是吧，买了古盘还打多了啊，哇，这种丢的宝月，本来右边是没什么道具的，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古盘改变了强盾的那个战局，一下这都没错就，这你要死抓那天使吗，练怎么说问题都不大啊，主要起个震慑作用对吧，啊，目的达到了啊。 OK， 很多叉子应该破了吧，一个叉， nice， 直接进去了吗，怎么说，小心可以进吗，啊，哎呀啊，没找到，哦哟哦哟，是不是刚那一刻宝哥那个心跳怎么漏了一拍，动一下停止立马跳动你知道吗，我，哦，天啊，真的是啊，没时间能破开的啊，找把炮砸开是吧，怎么说， OK， 一下的这给你来一节是吧，进洞漂亮，有惊无险啊，不过这个进阶确实好玩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 OK， 就是喜欢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点关注啊，新粉会让宝哥心动啊，补上游戏停止代表。